Merry Christmas! <笑>我不用猜，我已经猜光了。你等一下，杨璐猜嘛，杨璐还不知道。啊？是你们送的吗？我们送的吗？啊。这个呢？啊。佳丽送的。那亮亮姐，亮亮姐，你猜嘛？亮亮这时候可以使用排除法。 还蛮小的，其实。对，所以都需要定位子。那边有一大桌，基本上就看到了这么大了。我想吃 scallops。 On the tower, we have the octopus terrine here with pickled chilies and a salsa verde, saltgrass oysters from Prince Edward Island, grilled artichoke hearts wrapped in white anchovy. This is the rockfish blondade spread with some pickled mustard seeds and grilled sourdough bread, homemade kimchi with edamame, a little bay scallop crudo with elderflower, some cucumber, Korean chili thread, and Peruvian teardrop peppers. We also have freshly grated horseradish, red wine mignonette, homemade hot sauce, and cocktail sauce. And then on top we have these fried Nordic shrimp here with a garlic scape mayonnaise, sautéed calamari tossed in togarashi spices with a little wakame underneath. And then you have lobster rolls, pickled and fermented daikon radish, and some crispy rice noodles. Oh, perfect.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然后还有这个。 水放在车里已经冻成了冰块，好酷的，还能喝吗？能喝呀，冰死了，它化了就能喝了，太冰了，好酷的。 On a cold winter's night that was so deep, Noel, Noel, Noel.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咖啡店，和朋友去喝个咖啡。到了 Manotick。 In your ear this way.
到了。就这家 Morning Owl。这上面还蛮大的，然后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他们两个快来了。我们的蛋糕 Merry Christmas， 我们的睡衣趴来了。Yo! Yeah, hello! Take the red gift there, buddy. Oh, which red gift? This one? Yeah. Daddy has a heart. Daddy has a heart. Daddy has a heart.
12月24号是圣诞夜，我们有邀请几对朋友来家里过圣诞节，就是我们想说要简单一点嘛，吃的，所以啊，我们准备了火锅还有烤肉，我一会儿就开始准备一下吧。现在是下午3点钟，可能大家大概4-5点钟到的样子。朱老师还没有下班，他就是3点钟下班，可能要到3:30、3:40这样子到家。这是我昨天买的花，然后已经把它插上了，然后刚刚煮了毛豆，想说大家可以聊天的时候吃一吃毛豆。我们的圣诞树装饰好了，然后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就给几个女生准备的礼物。这边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看的，就是我们在 HomeSense 买的一个，这个是假的，因为它下面有这样子的毛毛的，就觉得特别可爱，因为它 size 比较小，可以放在桌上。然后我们去买的一个圣诞花。 OK， 好，那我就开始准备吃的啦。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准备好了，朱老师还没回来，他加了会儿班。这边是一些调料，我已经把料打开了，然后一会儿准备先煮一下。等我看一下啊，我们桌上都有些什么。土豆片、鸡翅、藕片，然后这边是牛羊肉、蟹肉棒，然后各种丸子，然后各种菇、鱼片，然后这边是魔芋丝、豆腐，这边是 A 菜，然后鸡翅准备了2份，年糕、粉丝、豆泡，东西还蛮多的，因为我们准备放2个锅，10个人，因为可能这样子一个桌子比较长，比较不方便。这边我们还会准备一些烤肉，弄了一些 homemade kimchi， 然后这个是准备包肉的生菜。好，那就等大家来啦。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现在落日的天空，超级美的。就是肉眼看到比相机里面看到的要颜色更深一些。
好美呀、啊！朱老师刚刚在外面弄灯，看一下，吼吼吼！放在这里还蛮好的，是啊，嗯，看一下我们的圣诞灯，那个是雪花一直在转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吼吼吼放在门口了、嗯、你是小鹿吗？嗯。好啦，大家都来啦！女生要在这挑一个那个，哇塞，头上戴的。谁？放在树下就好啦。衣服挂在里面，因为我们吃火锅有味道，挂了一个那个在里面。大家，咦，还没做，是。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大家春节好！老师带着在看我。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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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来，姑娘们，哟，什么屁都知道，哟，姑娘们，找不到自己老公了吗？拆礼物啦！我们之前已经抽了谁送谁，然后我们有时间来准备礼物，现在要拆一下礼物。你要知道哪个是给你的。哎，你怎么知道？我这拿个笔，我就写上好1、2、3、4、5、6、7、8、9、10，写到上面，写上号码，然后开源先写，就是朱老师，你把所有人的名，就是每一家他上次要写一下，然后大家各自先，大家都不知道，就是都出去在房间，然后进来贴好，然后全部贴好之后大家再进来，然后拿自己礼物。对啊，如果大家都到那儿，然后我们在这写好，然后告诉你这个是给你的，然后你来猜是谁送的。那为什么不写？因为你写名字就只看到 handwriting， 就看出来是需要得一个人写了。那反正就我一个人写、啊。一个人写，让大家轮流进来。那你别一个人写了，让我妹写好。我让你妹写。对啊。OK， 然后这上面已经标好号了，然后你们只要知道说这个号码标的是谁，然后你告诉他那个这个是。号是谁呢？告诉谁啊？那我上面写了呀。哦、我知道你说一号是给谁谁谁。懂了吗？二号是给谁谁谁，三号是给谁谁谁，看他们四个。五号是给谁谁谁，去礼物告诉他。懂了吗？然后我现在告诉你，我之前就知道，去拿自己家的礼物，把自己送的礼物拿。不是，是你收到的礼物。这里太大了，我不动。我出少爷今天生日啊。然后你得猜这个是谁送的，从杨璐开始。你先开嘛。啊，你开。你看，我家是佳丽他们送的。
猜是你们送的。什么？我们先看这个。哇，这好重啊！我要坐地上去。中了一个秤砣是吗？对，哑铃哑铃，我知道。你就你先上去吧，拆都拆不动。这都开始拆了吗？一个一个拆，开拆。春秋。等会儿。春秋，我是有记忆的。什么？你们等会儿，杨璐猜一下，杨璐先猜一下。快，你先猜一下谁送的？等会儿。我不要猜，我已经猜过了。你知道你先让杨璐猜嘛？杨璐还不知道。啊？是你们送的吗？我们送的吗？啊，是你们送的。这个是我们送的，这个呢？佳丽送的。那。亮姐，亮姐，你猜嘛？亮姐这时候可以使用排除法。不对，哎，男同志们，等会儿，杨璐说这个是我们送的，佳丽说这个是我们送的，然后这个是佳丽送的，然后亮姐这个是谁送的？还小学生都对，我觉得这个是其中有一个人说了谎话。哇，这个是哪两边的？没错。哇，好大哦！真的打开，真的拿个剪刀，哇塞！哇，哇哇看就不是你送的，哇！哦，哇塞，大表妹正需要这个。OK， 你得猜是谁送的。先猜吧，不是你们送的吗？OK， 现在有个结果。这个是OK， 好，你 OK， 你改变主意了。这是佳丽跟高超送的 ，OK。这你们送的，他们送的，那这是你确定吗？我猜多少？猜多少？但是朱老师他们没送礼物呗。你们俩不送呀？所以。不对啊，佳丽送的是你啊，对呀、啊，送你这个呢？不是，他怎么会送你这个呢？那你们送我呀？Final 佳丽高超 OK 小姐 OK 佳丽高超 OK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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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送了个啥啥也没送那个露露家的啊露露家啊他自己说了我们家送了啥吗 ？OK， 所以揭晓一下喽。好啊。揭晓一下喽，最后你说一下是谁送的？亮亮姐姐念哥，朱老师和小雪，佳丽和高超，这个是露露和五阿哥。OK， 所以我们都知道了喽。啊，是，都对了。是这样的，我一拆开我就知道。四位大哥。吃饱了，不是对称了吗？一对一，二对二，赢了，平局。送你，太好了，平局。开心吗？开心。真乖。我好小哦。包装纸还有这个，然后一拆开，我觉得肯定是他们送的。不太巧了吧？他们俩，不是关键，这。所以我拆的时候我就猪半球，我在想你拆礼物叫什么猪半球呀？不是你叫我干啥？我真的很巧啊！天哪！因为我知道佳丽说她喜欢那个，还蛮喜欢那个，哎呀，真的是，好 ，OK， 每家都很开心。然后我们站起来拍个照吧。当然啊。姐，三个应该点三个。三个。三周年要点三个的呀。还有一个绿的也得点。不点。绿的永远不绿啊。永远绿。祝你纪念日快乐。祝你纪念日快乐！听一个，听一个，为什么老了？听一个。